感谢随分而动，感谢谢随分而动。我关于你的记忆消失了一件又一件，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一遍又一遍，为什么痛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？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，漫长的夜开始分裂，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，不想了解我的一切，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，我不想再去怀念，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，我学着把冷漠挂在嘴边，白天到黑夜。 Baby I don't even need you。我叫琛琛，不叫深深。感谢谢江叉叉。谢谢大参谋。我要把所有关于我们的记忆删个遍，像张白纸再也不会为谁出了电，卑微的生活还是毁灭全都随我变，我落魄的样子谁也不能忍心看得见，配不配对不对你怎样我都无所谓，黑老凯子不累，从来都不害怕浪费，你可千万不要嫌弃我身上掩盖的烟酒味，难过的时候谁也不会独自孤单掉着泪。 Oh baby I don't even need you。 Oh baby I don't even miss you。 Oh baby I don't know if it is。 换一个音乐。每天都 DJ 吗？十个月饼可以卡牌牌，十个月饼可以卡牌牌。听他想睡觉，感谢随风而动。那现在呢？感谢随风而动。沙发音乐，就躺着睡觉的那音乐。深夜网易云喜欢。回来一号可以卡牌子。跳舞被逼了呀。我是琛琛，我不是有鱼。那个主播还有你那么良心？哪个？哪个主播很良心？
段时间被逼了三次跳舞啊，就是跳舞被逼了三次。我的意思是哪个主播都没有你有良心，我又没给你们看过蝴蝶臂，瞎说。都什么时候给你们看过这东西啊？欧金辣少，看过你还私发给我了的哦。我都已经懒得解释了，牌子都没有一个，我私发给你看我的蝴蝶，你是有毛病啊！我的天哪！昨天也看了，也没有录多少啊，就是屁股对着镜头撅了一下，然后被逼的。感谢谢木叶哥。大主播不得有点绯闻吗？我是个小主播。我是个小主播，不需要制造绯闻啊，不需要制造绯闻，大哥。你居然嫌弃我没牌子。那就卡一个嘛。跳舞那十个上千呢。我们抽十个看看嘛。我没有不理你啊。我们抽十个看看能不能一发包虎牙一号。对呀，小主播的收入，大主播的绯闻，非你称姐了，先欠着，讨厌，欠着，我看你一天就欠我一人了，你到处，哎呀，我屏幕怎么变了，我天，哦吼，哦吼，我屏保变了，别别，就。这变成什么样了，我的天，有点懵。你别人你不欠，你就光欠我。我就一键点错，这屏幕怎么变了呢？换壁纸，显示设置，显示壁纸，哎呀算了，就这个壁纸吧，好难啊，我不会换壁纸，换的我有点懵。感谢我是个小虎牙。欢迎月影，欢迎戴敏，欢迎四裂，欢迎宝石，欢迎爱是一道光。说我经常开车，我不系安全带的时候也还是这样呢。我经常开车没系安全带，我都以为我车上有个刺客。
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得了一种，我现在得了一个病，我现在得了一个怪病，叫做开播犯困症。我发现我一开播我就犯困。感谢谢真实卡牌子。哎，这个我看过，这个我看过，这个我看过。一般般的我，一般般的屌，一般般的男人，我屌都不屌。我昨天给你好姐妹刷了十几个上千出的法拉利。哎，是女人都会吃醋的呀，你还沾沾自喜，洋洋得意。你不怕我吃醋吗？做女人就应该这样，一般般的我，一般般的屌，一般般的男人，我屌都不屌。什么是不一般般的男人呢？就是上来就刷钱，不想跟你多废话那种啊，上来就跟你刷钱，不想跟你废话，废逼话呢。这样的男人就不一般。能来直播间的都不是一般的人，能来直播间刷得起礼物那更不是，那是二班的人。我在抖音上刷到那个视频了，一般般的我，一般般的屌，一般般的女人，我屌都不屌。感谢谢谢不羁。微微高楼，人客四方无忧。感谢谢随风而动，谢谢随风而动。我现在生怕我跳舞就会被鼻痒。我有几个号，我就这一个号啊，有几个号的那是我姐，我是我姐姐双胞胎妹妹，我叫琛琛。感谢随风而动，你关注的是我姐啦，你要有为了我们逼的决心，那你有没有为了我豪刷几百万的决心？感谢谢谢 someday， 谢 someday， 感谢情深，我才十六岁，你才十六岁，我为什么还要霍霍你啊？好好读书好吗？关注我啊，你要关注我姐吗？我姐都不播了。真世间最烈的酒，件衣服差评，我觉得还好啊。
还可以吧。人世间最烈的酒，那你赶快去做试卷了，你还在看什么？我不是有鱼，我是琛琛，我是有鱼的妹妹。趁着斜阳不能留，欢迎摘星辰。不默视却又激动，真世间最烈的酒。感谢桥本环奈。感谢谢大哥虎聊。感谢桥本环奈。有没有大哥点五的呀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是绝配啊！他们你们还说这个衣服不好看，其实这个衣服它是个白衬衣，然后它其实还可以搭那种就是包臀黑色包臀裙加黑色丝袜高跟鞋，然后戴个眼镜儿，戴个框架眼镜儿。有种老师的感觉，然后再把头发挽起来。我以前也喜欢过，但他现在不红了吧？我怎么感觉这个桥本环奈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名字有点像旅游啊？真的是女优吧？感谢谢谢谢谢向阳而生，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啊？欢迎泽言哥，他是偶像，谁能告诉我桥本环奈是谁啊？不是，不是吗？不会吧？我怎么感觉你们男人喜欢的好像都是这样的？日剧，我是大哥大里的女，哦哦哦，是演员啊，那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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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以为是女友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，就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但他红了，因为照片红了。哦哦哦。啊不，我不知道嘛，我不知道哈、啊。哇，感谢泽言哥，谢泽言哥七个上千，感谢泽言哥哥，感谢谢能否爱我。我知道我家里面贼黑，这一如既往的黑，谁能打破我的黑？我不想说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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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别的直播间抽了30次火箭钱，啥也没有，瞬间就把那个人取关了。这还好还好，可能自言哥更喜欢我，
天有点晚，感谢我是个小鬼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晚上好气啊，我气完了过后，结果我跳完舞还被逼累了，更气。每天看有鱼，每天上火，那我给你们跳个舞吧，要不跳个什么舞蹈呢，能让你们上火上头的那种。请珍惜你的直播间。那就意思也就不跳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欢迎红场男神。哎，这首歌什么时候居然可以听了？哦，只有一分三十八秒，这首歌只有一分三十八秒。
나를 안고 있는 너의 숨결 난 느낄 수 있어 내가 뭘 원하는지 나를 위한 너의 그 손짓에 난 빠져들었어 有那么一点点黑，对，他之前连续二十天出了两个虎牙一号，老费中人了。碰上七个瓜，欢迎执念。叮当当咚咚当当，奔铃哒。感谢订阅。我觉得人气太少了，跳舞都不怎么进人。然后我感觉现在是你们要求变高了吗？牌子今天的等级都没升满啊？是你们现在就是要求变高了吗？怎么感觉啊，你们怎么跳舞你们都不愿意看了？那就再试几天，我感觉应该会出法拉利了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这深威，是你陈姐哦，不要认错了。
吃个瓜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那那那那，大惊小怪，没见过世面，一看你就是见过太多声威的男人。眼睛好疼呢。今天试满之后差二十点经验值。那就升满吧，这样十二点的以后我妈可以再升啊。还闪烁，看你每一个眼神都让我心动，天空出现温柔的你的笑容，我感觉我已经无法去逃脱。 Despacito 在你耳边好美颜之间去漫游，你像宇宙环绕着我小小星球，快乐之后我们之间是否哀愁。 Despacito 贴近胸口缠绕的手耳边问候，唱完这首还有一句依依不舍。对呀，十级牌子，十级牌子带马甲的话可以报销改名费，然后早上七点必须要起。那你早上，那你晚上得早点睡啊，你不能熬到晚上十二点。七点起，七点起的话，那你差不多十一点就要睡了。欢迎修哥。让我看到你的面孔，尽量事情不想去动。还要健身，那你肾应该很好，一小时起步吧，不出意外的话。我每天都睡四个小时，其他时间你都在逗蛐蛐儿。欢迎风铃，自律人真的是可怕，自律的人。对，自律到自己觉得可怕，最晚十二点必须要睡觉。健身不代表那个强啊，为什么不代表啊？他就因为身体好，所以时间持久啊，就很正常，就不会像一休哥，可能就三秒钟就结束了。感谢熊爸。一休哥每天只睡四个小时。身体应该不大好，肾应该也不大好，不可能。我健身的时候是也是三秒，而且感觉明显腰酸背疼。说实话，我知道胖的男人那里短小，但是我不知道肌肉男那里是不是也短小。就谁能告诉我？我知道一般微胖，一般胖胖的男人就是那里会比较短，会比较小。那健身的男人呢？嗯，肌肉男都是带肌肉的，壮的一批。对错真是看难的，健身只是让你稍微健康。那你是怎么健身？你是健身房健身一小时吗？不至于进入亚健康状态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亚健康状态，我觉得我得病了，我真的现在得病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开播就犯困，然后玩游戏精神的一匹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发现我玩游戏，你们昨天加我这么多人，只有一个人带过我，除了尊哥哈，只有一个人加我的那个人带过我，其他人加我都是为了跟我炫耀你们是星耀、荣耀王者、最强王者。以后不是钻石段位的不要加我，谢谢。我啥时候三秒了？得罪谁了？没有一个人带我，今天好不容易有个人问我，琛琛有人带你吗？我一看，荣耀
容什么什么星耀，什么星耀三好像是，我一看，对，至尊星耀，王者荣耀退游戏好久了，我发现我现在上瘾了。你没有得罪我，只是你睡四个小时，你每天你亚健康状态，你肯定吃健不吃。我发现可能是我肝脏不好，感谢谢钻破五个日包，日记书包，呸，日记书包。感谢大哥卡牌牌，实力不允许我带你。我发现你们真的，你们只是为了加我，只是为了跟我炫耀你们至尊星耀、最强王者、荣耀王者的称号。你们可能压根就没想过要带我上分。感谢谢无人像你，对对对，就是你永远以为就是坑你的是小学生，但是你永远没想到坑你的是妹子。这种大学生妹子，大学生妹子就是就又菜又爱玩，时间还很多。欢迎阿姨睡觉提被的妹子。我现在我之前漏网之鱼说，漏网之鱼说在我就是真爱粉丝群里面说我睡觉磨牙嘛，然后呢我现在我终于知道我真的睡觉磨牙，因为我不知道我睡觉磨牙嘛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因为我牙疼，因为我智齿疼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磨牙，这不是左右吗，我左右的时候就扯着这个智齿，好疼啊，直接给我疼醒。睡觉磨牙可以治，怎么治啊？宝马博到了吗？都圈圈把宝马都压那儿了，小赌怡情。感谢深情。夜里磨牙能把人吓死，那还好身边没人。侧着睡可能不会磨牙，我就是侧睡的，我就是侧睡的，我睡觉一般都侧睡，我很少正着睡，我很少正着睡，我一般都是侧身睡，很少正着睡啊。整几个那种磨牙棒，那是你把我当狗啊。哎，本来我想跟你们说这个事情，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，是希望你们能问我漏网之鱼说你睡觉磨牙。你们应该问我漏网之鱼是谁呀、啊？为什么他会跟你睡觉，他怎么知道你睡觉磨牙。心理问题才会磨牙，对，我心理问题憋得有点多，结果呢，结果你们没有一个人问我，都在磨牙上了。欢迎奶糖。你们一点都不爱我，你们都不问我漏网之鱼是谁。Got you so， 我们不关心磨牙这个东西，这种问题已经免疫了，爱谁谁。我就你们一点不爱我吗？你们都不吃醋的吗？漏网之鱼知道，他知道我睡觉磨牙，你们都不关心吗？只关心过程。我懵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活该单身你们。不是青衣哥，他是属于凭自己本事单身，知道吗？他真的凭自己本事单身，要不问爱谁谁，爱谁谁。奶糖哥，你不喜欢看跳舞吗？十个千点个舞哦，每个过程有点东西。漏网之鱼是你姐吗？你不是说你姐才是有鱼吗？不是啊，漏网之鱼。漏网之鱼，漏网之鱼是我榜十六。什么说漏嘴啊？陈姐没有说漏嘴。啊，漏网之鱼是跑的鱼，就你们啊，你们可能以为漏网之鱼是。
是我姐吧。以那个金乌巴星对切自己困难定，长得还挺好看，可惜是个女孩子。那你喜欢断，一看你就有断袖之癖。感谢谢阿全，十六哥是我偶像啊，肯定不是我们去过还没有去。我哇，感谢谢泽言哥啊，好黑呀、啊，我的妈呀，怎么能黑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快哭了，男的和男的才真爱。不不不，漏网之鱼只是我去长沙，他刚好是长沙嘛。然后我去长沙找金希雅的时候，然后呢那天漏网之鱼请我们去洗澡，哦不不，请我们去泡桑拿，不是洗澡。然后呢泡完桑拿他不是有很多人一起睡在一个地方吗？然后我和然后呢漏网之鱼先去睡了，睡过后我和金霞就去打台球，打完了过后我们睡得比较晚，我们到早上后面睡了过后，漏网之鱼醒了，然后就跑过来找我们，找到了过后他发现我磨牙。感谢谢阿斯顿马丁，再也不抽了，这个直播间有毒。然后下次出法拉利的时候，哎妈真香，出虎牙一号的时候真香，这脚变现编的牛，真的不是现编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怎可以呀 so thinking，我真的不是编的，是真的。你们呵呵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呵呵我啊？为什么要呵呵我啊？就是，我死外边，我也不抽了。哎妈，真香。谁叫我天下无双，感谢泽言哥的续费。夏天刚谁能阻挡，再来什么几段，你要怎么吹牛逼你先告诉我。单抽四九折确实亏，一次性十个签的话是六六折，单抽的话是四九折。什么天上有资格把时间划分三角，九六指责，那就明天再试也可以，今天牌子升满了就好啊。我给我同桌说我跟主播一起泡桑拿，然后听到他磨牙，越是细节他越信。感谢谢静静看细节，就是他磨牙打呼蹬被子。感谢谢有原子哥，我的妈呀，泽言哥好气呀，泽言哥气惨了。我就喜欢抽第一个一千出法拉利，离十级牌最近的人除开大参谋，除开大参谋是的，大参谋是场控嘛。一千出差十二点经验，那要不升了吧。感谢猴哥，他一千给你剩下的，我还在喝酒，少喝一点，我估计你喝上头晚上要给热气球。哎好押韵哦，又出一个，少喝一点哥哥，我怕你喝上头晚上你要给热气球。升满了那就明天升吧，留着明天升吧。我参透自己的风格，这世界没有一条绝对准则，两海相全山的巨蛇，一错再错也可以立地成佛，火眼睛睛都看不破。下午那会儿就是热气球，除非你是我老婆，
怎么这么押韵啊？你不要喝了，我怕你喝上头，喝上头了你要给热气球，我不会给你热气球。哎，不对哦，没有没有押韵，没有押韵。热气球，除非你是我老婆，那可以当你一分钟老婆，刷个热气球要不了十分钟。刚进直播间瞬间刷了30次火气球，然后没有出你就把人家取关了。喝初一那不可以当吗？可以当一分钟也可以啊。感谢伪装黑的要死。你看你多优秀，春姐，有钱有钱的没有钱的送钱，没成年又没钱的我送真心。谢谢你的真心，可是我不敢接受未成年的真心。春姐有没有梦到自己把牙齿舔断，很难受很可怕那种感觉？没有，没有做到，没有做过这种梦。欢迎不再充钱，一分钟我不要，那就两分钟嘛。哎妈真香。乾坤八卦又怎样，就算是地下天罡。欢迎人生有梦各自精彩。我为什么要滚？你好凶哦，那我滚了。我又滚回来了，现在可以给我了吗？我想要热气球。园子哥哥，哎，又来又迟到了。谁叫我天下无双，乾坤八卦又怎样，就算是地下天堂，谁能阻挡。欢迎人生有梦各自精彩。我现在养成每天看你半小时再去写作业的习惯，你能不能养成一种习惯，先写作业再看我半小时？小学生就好好学习，他不是小学生。应该是高中生吧，17岁吗？17吗？把时间划分三角，九六指责，是人是妖是现实魔，原本只是在心里。我先跳两个舞吧，好吧，刚出个法拉利给大家跳两个舞。没有，我没有换号啊，没换号。我是春春，是有鱼的妹妹啊，上学晚家里穷。火眼金睛都看不破，命运多么难测，一正一邪都有因果。普天下众生形形色色，不至于啊。
Fuck.
哇，这首歌时间真的好长啊，五分多钟。感谢谢夏风。不是你的小宽宽，我是小晨晨。我不是你的小宽宽，我是小晨晨。